大家好，我是贺慈，这期视频挺伤感的，大家一定要含泪看完哦。最近防沉迷不是更新了吗？未成年用户每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才能玩一个小时游戏，且必须在晚上的8点到9点，并且目前这个功能已经开始实施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用这一个小时打开哪款游戏呢？他还是他呢？我相信每一位小伙伴们的回答都是一份真挚的热爱，因为游戏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，在最孤独的时候，最无助的时候，又有谁能让你转移注意力？又有谁能让你身心愉悦呢？为什么孩子们会沉迷游戏？作为家长的你们，难道就不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？既然让他们做出改变，那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做出一些改造呢？防沉迷系统确实防住了孩子们沉迷游戏，但同样也防住了他们发泄获取快乐的道路之一，甚至在某些论坛上已经有人提到了微成年人的自杀率。生命只有一次，世间美好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，也没有任何一款游戏能陪你一辈子，能真正陪你的只有你自己。读书确实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，9年义务教育是你应尽的责任，谁对谁错呀？只要有问题，定会有答案。